们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第三段的动作，第九式单边，第十式云手。先看我们做一下这几个动作。单边，云手。好，停。先学单边，从弓步双按开始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内扣，同时转身，左手手心向外，向左画弧，右手经腹前，停到右腹前，然后重心再向右移，右手向右平摆画弧，收脚勾手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这个动作是两手的一个交叉的运摆。再看一下，重心右移，右脚内扣成右的侧弓步，手心向外，在右肩前，下手在左肩前，下手在左腹前，再向右移回，这时右手捏勾，这是一个新的手型，五指捏拢，指尖向下成勾手。左手呢停在右肩前，左脚轻点在右脚的内侧。好，再看一下，转身运臂，收脚勾手，接着向左转体，左脚开步，左手随时向前画弧伸出，弓步推掌成单边式，左手勾手停在斜后方，腕部与肩同高。好，我们连起来做一下单边，移重心，转身运臂，收脚勾手，转体开步，弓步推掌。好，停。这个动作可能稍微复杂一点，所以我们再多做一遍。一，两手以腰代臂，手臂的幅度运转幅度不大，转腰勾手，左手不动，右手不动。好，推掌，停。好，下面我们学习云手。云手这个动作我们要上下肢分开来学习，首先学习稍向后退一步，学下肢的步伐。我们把两手背在体后，这是一个横移步。好，先提起左脚，脚掌着地，向左侧横开一步，重心移动，收根部，根部的距离两脚中间距离约10公分，脚尖朝前，两脚平行。好，继续开步，移重心，根部，再来一次，轻轻提脚横开，脚掌着地，再移重心，根部。好，我们回来再体会一次。一，提脚开步，移重心，根部，重心保持平稳，不要有升降的现象，保持平稳，髋关节自然放松。好，提根，三步停。下面重点是要学习的是云手的上肢的手法动作，和我们一起做。我们先原地的步伐不动，单单学习手法。好，从这开始，右手在右肩前，你按照对正常的做。好，现在右手下落，左手向上，然后转腰向左，云手，停到
当你的手过了中线以后，开始旋臂外翻，手心向外，对，再向右，一，转腰，眼神随手，好，一手下落，一手上起，过了身体中线以后，开始旋臂外翻，很好，再来，同样的旋臂外翻，一向左匀，二向右匀手，同样也是两手就是在体前做这种交叉的运转，三四一二，再来一次，沉肩垂肘，手部保持弧形微曲，好，停。现在我们试着把步伐和手法配合起来，那么从单边开始，单边以后屈后膝，移重心，扣左脚的同时向右转身，好，开始匀手，左匀以后并步，记住左匀手并步，再向右匀手开步，向左匀手并步，向右匀手开步，对，记住这个规律就容易学了，向左匀手并步，一共开三步，好，停，再来一次，从单边后坐合手，两手相合，好，开始，一，匀手这个动作是两手在体前交替的做环转运动，是用来破解对方的连续进攻，这个手势呢好像是行云飞空一样连绵不断，故名匀手，停，好，您学会了没有？现在我们从弓步双案开始，把第一个单边动作和匀手连起来试一次，重心后移，第一动的时候手心是向外的，好，然后画弧，收脚勾手，弓步单边，再移重心右移，左脚内扣，向左匀并步，转腰的时候以腰带臂，二，并步，匀手过中线以后开始旋臂翻转开步，好，两脚要平行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可以多做几次，一，二，好，动作，肢体动作是这样，现在我们还要需要配合一下呼吸，那么从弓步双案，这是应该是呼气结束，重心后移，向左左吸气，向右迂回，呼气，收脚勾手，吸，弓步推掌，呼，继续向右吸气，呼，好的，吸，开步做吸，跟步做呼，再来，开步做吸，跟步呼气，记住这个规律，开吸，合呼，好的，怎么样，学会了吗？那么我们转过身来，多做几次，好，多做一下，单边转体运臂，移重心，收脚勾手，五指自然捏勾，开步，弓步推掌，单边的时候胸肩垂肘，
注意髋关节不要上起。好，继续，一云手，两手要连绵不断，像行云飞空一样，眼神随手啊，重心保持平稳，不要忽起忽落，两肩始终是平行的。好，停。